做一个立法委员，伊的本质就是爱监督政府，啊，拢袂使问啊，问就是叫你无支持，问就是你无支持咱台湾的产业。你若问前建国造，就是你甲冻结；你若想要问者，就是讲你来阻碍国家发展，你就是中共同路人。将来太空产业编落3-5千亿，无一个人听我问啦，因为编落就甲你扣帽子，讲吼，你问就是叫做讲你就是无支持咱国家的发展。像这种的政府吼，实在是非常的可耻，大家一定要站出来，要大声讲出来。咱了解咱的马文君是啥物种的人，伫地方甲咱拍拼20-30年啊，才行过路无白行，用这出咱的选票来，予咱的马文君最大的鼓励。啊，大家看得到哈，今日咱玻璃是非常的老人哈。我拄只嘞，我要来遮进行嘞。我先去咱的这个埔里的福星温泉园区，大家知咱南投县政府伫办活动无？哦，巧卡节对哇！哇，今年呢，我们办理巧卡节，伫咱这活动家，足侪人拢搞阿公办了之后，仪式到我们埔里来呢，让我们埔里的乡亲也感受到我们在地呢这个各种不同的咱家农作物，从咱的咖啡，从咱的山药、巧克力拢改带动起来。啊，我都去底下，其实我们晚上7点就有这个音乐会，非常的热闹。我看足侪少年人诶吼，我就台时阵，我看伊画甲足老了咧，我甲伊问讲，诶，啊，就问者你是咱在地人啊，是我？地人，伊甲我讲，县长，我是埔里人，我妈妈已经去马祖庙去马文君遐啦吼。他说啊，我妈妈说约我来，等一下说公就我要去咱的马文君遐，我要讲比赛，我要来听音乐会哈。但是呢，年轻人呐、啊，有我们年轻人的音乐会，但是我刚才进来哦，咱伫遮讲的未比唱的较歹听呢，哦啊，伫遮呢，大家共同要来甲咱的文君道赞声，咱埔里的好是咱家己埔里的早囝马文君上界了解，啊，最近啊，真侪人拢甲我问。伊讲，哎、欸，馆长啊，我看咧马文君哦，最近电视吼去用啊照三顿拍了，啊，他受要紧无？选举要紧无？我讲照三顿受你闹，迄袂要紧嘞。你甲看吼，安尼规工媒体安尼吼，一直针对咱的马文君抹黑攻击，啊，咱即爿底甲讲的部分嘛，无要甲咱报道。事实上，咱即卖嘛知讲，即卖整体的媒体的氛围对咱是真不利。同时咧，咱的管道嘛无够，啊嘛真感谢咱的赵董事长吼，定定伫个节目当中替咱所有吼正义之声来甲咱道赞声。所以讲吼，我想咱的文君，咱家己在地出生的查某囝，不但了解咱的地方咧。看伊像咱两家讲的，咱看到伊即摆伫安尼去用抹黑，伫安尼去用修理，咱即些乡亲咧拢愤愤不平。所以真侪朋友甲我问讲，文君有要紧无？我讲，阮南投人是足有智慧的，阮南投人拢目睭伫看，啥物人替咱地方伫争取福利，啥物人替咱乡亲伫发声，阮拢看会到。阮即届同款会阁继续来支持马文君，所以文君咧，我想我对伊的选举是非常有信心。但是咧，在座的选票都爱靠大家来倒吹啊！啊，所以讲我最近常常当你乡亲。你甲我问讲，电视你讲的吼，什么浅见的到底是安那？我讲讲实在，我嘛做过立委了，但是浅见国造伊讲甲较轻，我嘛听无呢。啊，为什么听无？讲予你上进，予你听无上介好啦。各位乡亲，做一个立法委员，伊的本质就是爱监督政府，对唔对？预算变落，敢袂使问？哎，你有看到一个新闻无？我前两天看到讲，即摆咱的政府讲，伊要发展太空产业，有无？发展太空产业编落是几啊千亿个？我借问者，这个浅见国造咱都听无声。我太空产业大姐，你为做过太空人？大姐连发都问，啊，拢袂使问啊！问就是叫你无支持，问就是你无支持咱台湾的产业。你若问浅见国造，就是你甲冻结；你若想要问者，就是讲你来阻碍国家发展，你就是中共同路人。将来太空产业编落3-5千亿，无一个人听我问啦，因为编落就甲你扣帽子。讲吼，你问就是叫做讲，你就是无支持咱国家的发展。像这种的政府吼，实在是非常的可耻。立法委员作为我们监督的责任，这是咱应该爱做的。当年来，我甲文君弟弟欢迎共同拍拼，为咱南投县伫争取经费的时阵，伫甲咱骂这人，伊伫叨位？伊敢有伫关心咱地方的发展？所以讲，真侪人嘛，你讲，伊讲啊，马文君，伊是南投县宣传的，南投县是交通较重要，农业较重要，伊去国防委员要创啥？各位乡亲啊，咱的议会嘛，管款的，咱毛分着小组呢，加在座咱的吴国昌议员啊、陈淑慧议员啊，吼，啊，佮咱的足侪议员伫遮，听的议员嘛拢伫遮。
咱的分小组嘛叫做心渣，但是敢有讲你是心渣着咱的教育甲环保的，你都袂使问建设，敢安尼？无吧？你是专管的，你是专管南投县的议员的，分渣心组是因为咱的预算真济，同款爱多了解，你发现嘛同款啊？整个国家预算较济，嘛是爱有分部会来心渣，再佫上大会，互大家来滴来滴对人来滴通过啊。所以讲，唔是讲伫国防委员会，都袂使去问交通，都袂使去争取咱的农业的经费。马文君自过去，我甲你做立委的时。咱的人民警官长，那只要是伫咱乌水溪线这边遮，拢总是拜托咱的马文军伫争取。只要那大家，我参咱的文军拢会联合替咱南投县伫拍拼。这不是讲什么伫国防委员会就不能够去关心地方的建设。打一个乡亲无予咱的文军服务着，打一个无予服务着，打一个无看到伊伫地方伫走动，这都是咱好的立法委员认真拍拼立法委员。在咱国家预算不但是爱监督着咱全国的预算以外，地方嘛是爱认真拍拼。所以讲，我想我要今日要徛到遮，大家共同来甲文军道战声，嘛为着伊即阵啊受着委屈，真正替伊来感觉打抱不平吼。我讲吼，马文军最近被打得像马蜂窝一样了，真正吼真唔甘呐。但是咱会使互欺负无？未使。咱家己的暴力的糟践，咱来顾好无？哎。保你的早间，咱家己爱顾好。文君了解咱的地方，文君支持咱在地，所以讲我伫遮再次要拜托大家，正月十三文君要竞选连任，大家一定要站出来，爱大声讲出来。咱了解咱的马文君是啥物种的人，伫地方甲咱拍拼二三十年啊，正行过路无白行，用这次咱的选票来给咱的马文君最大的鼓励，好唔好？好。再次伫遮感谢咱各位乡亲士大，伫淑华咧上任较无一年的时间，对咱南投县的县政府虽推出咧遮政策甲活动拢非常的支持，嘛感谢咱在地咱各级的民意代表对着咱的关心。上届中啊，咱的立法院一定要有家己的立委来替咱斗战声，来斗争取支持我们军，好唔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县长，你算哦一县之长啦吼，啊，因暗大家无啥看到当选。所以你来画马文君，大家来画动算。我喝一下水好不好？哦，来来来来。讲到完了，买水单。哎，买，水，厉害厉害。来。哦，安尼都爱请马文君起来哦，拍拍我一下好不好？拍拍就拍拍。馆长来牵着咱马立伟的手吼，啊，伊即摆来画，啊，恁大家画动算较大声嘞，好唔好？好，大家拢知影吼，那全伫咱全国内底，我实在爱讲的，那看到你初选的过程也好。初选的过程甲初选了，团结就是伫咱南投县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伫选举的时，我虽然甲马文君伫竞选初选，但是我出选了后，文君无第二句话，全力甲我支持。这种的北屯，这种的乡亲，还有他对地方的疼惜，这都是咱值得支持的人。所以文君这个哩选举，柯淑华绝对全力收听，好冇？好。来，咱来画一个文君当选的，来，马文君。当选，马文君。当选，文君，马文君。当选，当选，当选。谢谢，谢谢。